大家说地缘政治是要政治家来处理 ，Yes 跟 No， 我认为我非常有机会。 欧洲常委成员面前致谢， 2024 大选郭董自认很有机会，接下来这位举手的成员更让他藏不住喜悦。I'm originally from Germany and since 18 years I'm from Taiwan. I cannot vote for you because I'm just a foreign resident. 他可以联署吗？那你是说你要帮我联署就对了。谢谢你。 要取得大选，入场券、每份连署都关键，而这回演说应欧洲商会邀约，看到同业郭台铭似乎也倍感亲切。我的责任出来，就帮你排除一切的障碍，完全公开透明做生意。台湾不会、不必、也不需要变成乌克兰。Personally, he's a great leader. Right, so he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T industry over the past 48 years. So not up to me to judge. The world can judge him. 1月13号的时候，我赢的话，打开香槟欢庆，有很多前提，像是副手人选不能再跟外界玩猜谜。你们不等不差这十几个小时，明天早上8点半你们就会知道。 要解开副手谜底，本人预告14号一早准时锁定。不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刚好也要在这天展开访美行，这项安排是否别有用心？我们这都排了很久的日子啊，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访。那会祝他出访顺利。我想，我希望祝访是中华民国顺利。闪避侯友宜就祝中华民国顺利。TVBS 徐凤仪、朱仲学分析小组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